粉丝提问：如果经典模式加入强化帧，使用之后能够增加伤害、移速、枪械稳定性，游戏会发生什么呢？这四个改变100%会发生。一、必定很重，而且时间短。强化帧的效果实在是太强大了，能够增加伤害、移速、枪械稳定性，使用之后实力会大增，所以肯定要在其他方面限制它的发挥。最好的做法就是将重量设置得很重，让玩家必须和其他物资做取舍，而且生效时间要短，例如只有10秒钟，再把刷新率调得很低，不然就太强大了。二、玩家必会满地图搜索强化帧。如果加入强化帧，那玩家们必然要搜一个带身上，不然和其他人遇到刚起来就太被动了，所以到时候玩家必定会搜更多房子，只为找到一根强化帧。三、在遇到硬茬时才会使用。当然了，这么一个强力的道具在平时肯定是不会用的，因为很珍贵，用了就没有了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，例如跑毒快挂了，碰到厉害的硬茬玩家了，这时候用才能保证不浪费。四、决赛圈淘汰人会更快。真的加入强化帧的话，在最后决赛圈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使用了，伤害提高了，枪械稳定性提高，钢枪秒人肯定会更快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能加入这个道具吗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